就是人服了嘛，我们这些人的角度啊，那些都要淡化掉。那怎么又跟我们那个工作呀，或者是家庭啊、婚姻这些怎么去那个？刚开始你没有能力，嗯，因为你们还没功夫的时候，可能会搞得一团糟。修行了顾不上生活，生活了顾不上休息，在这个过程一定会有的，是吧？除非你真的是很厉害，又能顾到生活，又能顾到休息，还能迅速的把它拿功夫结合。生活跟修行能够完全结合，它需要的桥梁就是定功夫，就是定功夫。嗯，你有功夫，真的有正量功夫，没有功夫你就不行。嗯。但不是，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是一定是这样的，倒不是说你比如说你去修行，就像你去修行啊，你首先打破了你日常的，比如你的朋友亲人他们是有对你有所求的，你在坐地上坐三个小时，以前这三个小时是干啥的？陪朋友去唱歌的，陪朋友去跳舞的，陪朋友吃大排档的，哎，陪朋友逛街的，买衣服的，陪朋友去玩的，跟朋友聊天喝茶的，现在你那三个小时在坐地上，那这些你再遇了跟朋友玩的游戏的这种时间，这些朋友都会找你算账，是吧？怎么这样子啊？怎么这个人有问题啊？打个电话也不接，什么设置静音，什么设到音箱里，什么什么语音信息，你有病啊你，是吧？断交断交断交，是吧？什么哎，一个月可以，两个月可以，半年你都这样。除了断交，说那个人出问题了，打电话不接，然后音讯全无，听说在坐垫上每天闭着也不知干啥的，走火入魔了，然后你不难受啊？你听到这种之见，你说怎么办啊？老师，我那个最喜欢的那个闺蜜，竟然这样说我，那个闺蜜啊，我们都考了十几年了，我今天在坐垫上坐了半小时，她说我纯粹成魔了，是吧？你怎么办呢？不是你要，不是，其实你的生活没改变，你只不过是把一些业余的生活用来打坐了。你想进入定派，超越三维，别人听到你这句话都觉得你有问题。你是个人，不好好活人的生活，你去四维干啥？你又不是个光，你去五维干啥？是吧？你能吗？就你那一团肉，你能吗？但是他不知道你的意识是去变虚空变法界的。你现在坐在这儿，你广州，你的去全宇宙都在你的脑海里，知道吧？你现在去美国，你的一年刹那就到达，去银河系你都能到达，它障碍你了吗？买虚空变法界，你的意识，你的心啊，肉体没到而已。但肉体是，你知道肉体是什么吗？只是因为你把肉体想成了物质，坚固妄想，你太小瞧你的肉体了。为什么佛就化身无数啊？化身无数啊，他意念到达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形体就在那，在这儿也有个你，在那个星球也有个你，在所有的思维哪儿都有如来的化身。你看《法华经》里边，如来要是把化身收回来，不是说地球放不下，是吧？你以为那是神话？那本来我们的本来样子，知道吗？大家都到神话看的，哎，读经无路无路，我信佛，我信佛，你信佛，你知道那是不是神话吗？当你学习这一个地球上最高的智慧的时候，你的一个闺蜜说你走火入魔，坐在那儿说是她不陪我逛街就是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会被这些话所动吗？你会两眼泪流的说我失去了个闺蜜吧？梦我心里发愿，我成到了渡你出轮回吧。你看你的样子，但是毕竟是少数，因为大部分人在大排档在街上玩啊，大部分在红尘滚滚红尘里边不亦乐乎啊！大部分人觉得享受红尘是对的。那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想突破人力的局限这个维度，你是错的，在人道你是错的。人道的智慧跟人道的认知角度绝对容不下你这样的毅力，知道吧？当然说也有真的有利用这个宗教在做一些邪教啊，或者利用宗教在他在搞一些，确实有走偏的，哎，说这中火入门。但是你只是在坐垫上坐了，说想静一静，想止一止的这种事根本就，但是也是有，只要你盘着腿敢坐在坐垫就有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是吧？那如果很多人对你这件事你的选择都不理解的话，你需要他理解吗？
但是如果是一百个人都不理解的话，而且这一百个人有99个是你曾经的好朋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被社会遗弃了？你觉得？你是不是被这个世界遗弃了？你会怎么样？知道吧？没办法跟这个世界沟通，没办法对话。夏虫不可语冰，他只活到秋季，他没过过冬季，他不知道冬天的冰。你跟他能讲清楚吗？讲不清楚，知道吧？说不清楚，你为啥要跟一个只活到秋季的一个虫子告诉他冬天的事情呢？如果他真的不相信，就不相信白说。你对，就是一年三个季节，冬天那种冰是想象出来的，那是神话，那是传说。夏虫不可以冰啊，他夏天就死了，一个夏季就完了。虫子只活一个夏天，那个虫子，他春夏秋冬天他不知道。一定要给他讲冰的事，他不是坐那儿听神话故事吗？但为什么佛来这个世界，我们是有情，就是度人类啊。我们在佛经在人道说法嘛，有些神通当然不是说给人类听的，也说给天人，他度六道嘛。很多大经典在龙宫讲的哦，度龙啊，龙的视野，龙眼睛啊，不是有一句话叫龙眼明察秋毫，就是他的眼睛更清澈。他在水里可以一眼看到水底，龙啊，就是他在水面上可以看到水底，我们看不见啊。就水很浑浊，他可以一下子看到水底，但我们真不知道。当然是龙有龙的障碍嘛，是吧？明察秋毫，但是他有他的障碍嘛，是吧？他的喜气啊，他的我慢啊，他的傲啊，他的那个龙劲儿降服不了啊。他越强大，他那个劲儿越厉害嘛。你就是他降服不了，但我们人类是很弱小啊。我们的劲儿也小啊，是吧？那个劲儿也很容易就折服，很容易征服嘛。我们那个能量很容易调伏，容易调伏。所以六道里边，人道是比较容易修行的，而且苦乐参半，就人力很容易发心修行。因为有苦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要苦嘛，离苦想得乐嘛，所以这一念欲望就容易让我们去跑到佛道上去，是吧？虽然是个欲望，离苦得乐是个欲望。因为苦乐只是一个人力的感知，但是你能怎么样呢？你刚开始修行，首先是身边人都不理解，家人都不理解等等，那你能怎么样呢？你能一个一个先说服他们，然后再去打个坐吧？你累不累啊？是吧？然后你说我追求我自己的，不管他们，你能不管吗？他们是你可以，有的人说我就跟你断交了，这还好一点。不断交的每天打扰你，知道吗？不能让他坐坐垫上，他只要坐坐垫，我就上去出来敲门，我就把他弄出来，是吧？比如你妈你爸这种对你关心默契的，不能让他搞对象去，让他去找嫁人去，让他生孩子去啊，也没有错，父母嘛，全权之心嘛，就是说人到正常生活嘛，大家都这样活的，你偏偏跟人活的不一样吗？你想活成神仙吗？不食人间烟火吗？是吧？你还是想活成水里的一条鱼，只喝水不吃饭，是不是？等等哦，人道的直接，人道是在人道是人道，对的。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不做人事啊，不做人事，大家就觉得你有问题啊。但是你得给个指点嘛，你得给父母给个说法嘛，那善巧方便点嘛。大人是说，哎，我就是练练，听说盘着腿坐在那儿。如果不都可以调身体呢？我这两天不好吃饭，我练瑜伽呢。哎，他比较一说我对身体有好处，他可能让你练。你说我信佛了，哇，会不会走火入魔？是吧？这很恐怖的一件事。年轻轻的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信佛了，信什么佛？其实我们以这种借口说我信佛了，你真信吗？你信啥呢？我又没看出大家信佛了。都觉得佛说的有道理，但是跟我没关系。这佛有道理，是佛说的那些是有道理，但我生活还不是生活，我该在干啥干啥。然后说我们很相信，我当然说有的是很相信，这不能一棒子全打死，是吧？我们也信，但是我们很难把佛学的直接用到生活里，就刚开始慢慢来，但是不要失望，慢慢来哦，很多问题慢慢来。甚至自己都，哎，佛说不让坐这不让坐那，我们偏偏坐了，然后自己在那纠结，是吧？你要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佛不让你坐，佛又不是个恶霸，偏偏不让他弟子搞点开心的事，不是这样的。
他不过的目的就是你入不了定呗，是吧？你说我今天不定了也可以，我放弃定了去玩去了也行啊，不要对自己那么就是黑嘛，是吧？当然说你明天你说你出家了，你剃了头了，你已经瘦了戒了，头上也弄了俩戒疤，你然后说我今天不干了，我出去了，那不给佛丢脸吗？而且你出去给僧人丢脸，你就成了个僧团了嘛，是吧？你一锅坏肉给是坏了满锅汤了，是吧？你出去你放纵啊放逸啊什么，大家对佛教有看法的，那你有使命感了，责任的，为了维护佛教的这个形象，你也不能就是破戒嘛。但你在家有时候说，我就是你要了解佛之戒的目的是什么。当然自己也可能一方面是你入定，另一方面生团共同生活，有些规章制度要遵守，几千个人在一起，那不得有点制度啊。还有一个就是适合的，哎，就是各种是适合佛教的发展嘛，弘扬嘛，在人力立足嘛，这都需要佛把它制出来了，否则佛法不是就不行了嘛。僧人啊，佛像啊，这些寺院的建立啊，塔的建立，舍利塔的建立，都有个模式来传承嘛，否则佛教你缺是智慧，大家坐在家看看智慧就行了嘛，是吧？看智慧那佛这个世界看不见佛教啊，大家找相的嘛，佛教得有个模式传承嘛，佛法生三宝嘛，这2600年它像个法传一样，它传下来，大家看见寺院想起佛教，看见僧人想起佛教，看见经典想起佛教，这是在人道立足啊。所以当你越来越明白就是佛法里边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跟自己纠结了，说今天我为啥没吃戒，我心里好难受啊什么。你知道你这样做，你的结果不过就是那样。你做坏事的时候，你杀放火的时候，你也会想到我不过就是掉地狱里了，因为有因果嘛。但是然后你说我不怕因果，我就是去干了。其实是重点是你不知道那个果有多惨，是吧？大部分人是不知道那个很恶报，如果知道大家都不敢。就是说一开始修行啊学佛，就是这些不如意是跟佛法冲突的是很多，但是没关系，继续往前走好了，别想太多啊。人家不叫相向过河急流而断嘛，那些流就是生活的河流，或者欲望的河流，或者过去你做的那些事业报的河流，急流而断，往前走，你能解开吗？解不断，河水怎么能解？但是你不能管了，你踏踏踏踏过，知道吧？继续往前走，即使上一秒钟发生的是这一秒，你都要放下，先往前走，先不要在那乱想。